个岛屿气流合并的效应影响呢，预估今天到明天台风大概是会朝西北方移动，接近吕宋岛的北端海面这边，然后到了星期三会开始慢慢有往北的分量出来，所以星期三到星期四会往北北西的方向通过台湾西南部，就台湾海峡南侧这一带，星期五再进入。可以帮我讲早了吗？不会，我们要好好待在家里，如果你跑出去的话有可能会被风吹到。我们西南侧这一带的时间我一直在家里。首先我们要提醒，对啊，你看它是海浪哦。虽然台风现在距离我们大概海浪会不开始变高，但是在我们的东南部的沿海，像台东、兰屿，还有变高了，因为风很大，要把那个水卷起来。那接下来长浪现象会越来越明显，而且海面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加大。我们除了提醒海面航行队的船只应及早做准备之外，也呼吁民众哦，没有必要，千万不要在海边从事比较危险的像观浪这样的活动。嗯，那至于台湾附近的天气呢，今天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定，受到台风浪的影响，各地白天。